有一点点久时间没有见他了，不过呢，听说个人最新专辑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筹备当中，非常会唱，五度五关讲五关，欢迎萧红人。你再不发片，我都跨没肉体了呢。对，真的要发了，要发了，要发了，对不对？我昨天杀青了，耶、yeah! yeah! ！超开心。所以呢，今天是一个欢乐的场合，因为是台北 Walker 14岁的生日。对，来先祝福一下。祝福台北 Walker 可以很开心、很开心度过今天，大家给你们所有的祝福，生日快乐！耶、yeah! ，生日快乐！所以要问一下萧红人，你的最新专辑昨天顺利杀青。排定在这个什么时间要跟大家正式见面？在11月初的时候。哦，11月初要隆重、热腾腾的发行。总要给点时间拍 MV 嘛。哦，对对对，需要一点时间哦。对，需要一点时间筹备一下啦。所以这一次这个新专辑能不能先稍微跟大家透露一点点？透露一点，这次专辑跟前面不一样的是，我参与了很多制作的部分。哦，是哦。对，所以建林老师他蛮放心的，他给我做这张专辑。嗯，那我也很期待这张专辑跟大家见面。哇塞，萧红人变制作人了耶！萧制作人你好。没有啊，对啊，也第四张了。也蛮好玩的啦。所以这次自己这个专辑里面刚刚提到过了，有写歌吗？10首都自己写啊。哦，有全创作。这个就是对啊，这是我最爱的部分。OK， 很爽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创作的过程、演唱的过程、制作的过程，我破音了。干嘛破音？感觉是蛮痛快的。所以呢，萧红人真的很会唱，所以今天有带来新歌的演唱吗？带来一首哈，所以可以期待喽。OK， 所以呢，现在就准备把舞台交给萧红人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那还是按照惯例呢，带来大家当初听见我的第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跨尾楼梯》。谢谢。奇奇怪怪的代志，有真多人怨的，面对现实。听讲算命的巷仔口，有真多人咧排队，但是在我看来，无意义。三句五时就有真多，有真多人的感觉已经变甲袂嫌讲的。这讲啥话，要讲啥话，来后是讲啥话，这是啥话，这是啥话，宝贝。讲完了，让我听这么早有没有尖叫声？好，大家刚有精神，太好了。谁都想要回到平常，有一天能出头天。我靠，世界这开阔，你还不抽签？人生明明是猜测的，理所该一张假变作后背，真心也比有吹毛之类。我的世界里，我爱上。
天，刚好昨天又伤心，然后今天这场活动，我其实蛮开心的。谢谢。其实今天早上呢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我原本以为我今天赶不到了，因为我昨天晚上我 Siri 设的闹钟，他今天早上没有叫我，我不知道他在干嘛。然后，很开心跟大家见面，那也很开心之前参加了 Superstar， 然后。那时候发行了一首单曲，那今天带来送给大家，叫做《因为我爱你》，谢谢。这首歌大家会唱吗？
想的那是因为有了你。如果你没有参与梦想再大也没有意义，我因为我爱你更想要证明我自己，不管输赢都拼到底，平凡也能创造那奇迹，只要身边有你就因为我爱你，我愿意为我受委屈，当你开口选择忘记、啊、我只能练习忍住那伤心。如果他能够比我更爱你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，然后十一月的新专辑很快跟大家见面，请大家再多期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带来这个歌，哎，红人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舞台背板前方一样定点让大家拍一下，好不好？来 ，OK， 麦克风，请先交给我保管一下。哦、那我眼线有晕开吗？哎，我看一下，还好啦，还好啦，OK OK， 可以，帅帅帅，哎，你也太自然了吧？好 ，OK 啦，我们这个很帅气又自然的歌手，来，向红人开心啦！等到了这么一段时间哈，今年2013年十一月份新专辑要正式的发行啦。刚刚有带来全新的主打创作歌，因为我爱你，因为我爱你。好 ，OK 吗？哪边需要那个红人眼睛跟过去的话，麻烦护个身哈。好嘞，正前方、右前方是你的歌迷啦，粉丝团啦、啊，帮他拍照一下 ，PO 到 Facebook 哈。好嘞，帮他打卡一下，帮向红人打卡。好 ，OK 吗？好 ，OK， 感谢大家，谢谢向红人，期待新专辑，加油！谢谢，这个向红人真的是一个很亲切的大男孩哦。而在刚刚呢，这个接连是两位男生。